是，咱台湾人哦，毋是阿土的，哦，都你对我无，我都甲你抗争，啊，迄个时阵抑阁一个间隔，哦，你要倒抗争，我较紧来甲你支援哦，哦，你若去法院爱律师咯，啥物哦，啊，阁去招日本人，哦，招日本人有即个意思的日本人哦，毋是所有的日本人拢歹人啦吼，啊，有一寡。有挖农民这边的人，所以要搁一个爱讲的，就是讲，大学争土地争议啦吼。以前吼，总督府吼，在1925年，甲新德州吼，诶，这个所在吼，有41家，741，什么叫做横？这个是田，啊，这横。蚕是哦，受着爱水蚕，有水来，啊，鱼就是无水的，哦，啊，这无水来的所在哦，毋是无在种作，哦，种作别款的，毋是菜，毋是稻啊，吼，因为强迫农民交租金，管的租金，吼，啊，反抗。就一知你得反抗，这个感觉都我个搞。1927年12月29日，组织台湾农民组合大学支部，吼，啊，在这个支部是下骹大家继续抗争。这个台湾农民组合吼，甲各地农民吼。紧密团结哈！啊，成立以来1927年一年半的时间，组合由原来4000多人增加到21000多人，支部为6个变做23个，哦，所以台湾人嘛是无愿意做奴隶了哈。啊，这第二次代表大会哦，台湾共产党的农民问题对策哦，伊是要甲台湾农民组合完全伫台湾共产党的领导下执行啦吼，所以1928年吼，台湾农民组合伫台湾共产党岛内的党中央下雪红哦，甲海外吼的指导下，伫这个。台湾农民组啊，第二届全岛大会参加的人吼，162个，啊，来宾130个，旁听350到450，吼，这个每次开会吼，因拢有统计人数，统计人数吼是干那统计在这个厅内底，吼，你就是干那做一个所在就有厅。啊，听的外口吼无算，拢无甲你算吼。即、哦、文化协会伫台湾吼，伫演讲的时阵拢安尼该做了吼、哦。开会前吼、哦、有40多个支部吼，大家加加几个机啊吼，伫会场两边吼，啊行去主席台啊。徛去40多面的红旗，啊、哦，极为壮观。啊，大会的议长杨春松啦，吼、哦，副议长蔡水旺，吼、哦，啊，人民书记长甘杰，吼、哦，啊，书记黄白承之啦，吼、哦，这个黄白承之的，伊也是叫做黄白啦。这个是杨松春啊，农民组合啊，这个张行的报告哦，本部的报告啊，这个、但是建材哦，终止就该冻起来，袂使阁讲啊，啊，该一个人名轮流报告完成哦，啊，嘛是这随后哦。这个报告受到警方发言终止，
是命令多次。这你来想看嘛，迄个时阵吼，你要开会的时阵哦，我边啊嘛徛个一堆警察，吼，啊嘛是这讲，啊讲啊，这里袂使讲，来啊个换一个去讲，吼，安尼。所以这款情形吼，这国民党时代干了没有嘞？干了没有吼？日本是较大方啦，你要讲，我你讲，啊，你若讲超级，你就爱来，啊，啊嘛是温尊你讲啦吼。第一天安全过去啊，第二天国会会，吼，先议哦，较无受警方干扰的预算决算，吼，选举干部啊，选出。选出一挂人吼，一挂人来主持啊吼。吴信国吼，这中央委员吼，吴信国担任的吼。啊，你看这干戈吼，拢在头前啊吼。但是，得讲啊，这个确立。跟作权的运动的时阵吼，议长吼，因为吼已经受到行政处分，所以无要搁讲终止吼，大家来决议就好。这都无讲头前，啊，都要决议啊。日本人感觉奇怪吼，有问题啊，调查发现咯，大家拢有一张吼印刷好的迄、那个。这个物件吼，啊，所以警察就是终止，啊，场面一片混乱，啊，剪辑等八人被捕，啊，真尴尬吼，因去用抓去，啊，这是台湾农民组合第二届全岛大会的宣言，啊，这在讲什么？你在讲哦？农民较紧来加入农民组合，吼、哦，工人较紧加入工会，吼、哦，甲工人甲农民团结起来，吼、哦，较立耕作权甲团结权，吼、哦，全台湾比阿伯嘅民众团结起来，台日先中先是啥？是调线，吼、哦，调线咱就讲先啦，吼，调线，哎呀，起码讲做 Korea， 吼、哦，团结。拥护工农祖国苏维埃，因为哦，这真侪钱拢是苏联直接甘蔗安尼送出来哈，支持中国工农革命哈。这个苏维埃哦，这个时阵呢，1920几年的时候哦，27、28、29哦，这个时阵中国哦，的共产党哦。是这个毛泽东在江西吼，通过军事政变、军事来对抗国民党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为遐的开始有25000里长征。长征是什么意思？长征中国人讲长征哦，是造红立白啦，吼、哦，它叫做长征。中国人你爱会样看，吼、哦，想讲长征是在讲拍。是去造访你呗，哈、哦！伊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万岁，哈、哦！李李事件，直接在讲李李事件，哈！因为共产党哦，在日本是无受到温准的，哈、哦！啊，有3.15大逮捕，哈、哦！日本共产党。中原3400人全部放掠去，这是日本警察真厉害，一天给你掠3400人。啊，伊这3400人，不是讲随便怎么落去安尼围起来就该掠，不是，一个拢有记录的。哦，这个国民党的掠法无共，国民党哦，知影今仔是虾米人掠虾米人，好、哦、啊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伊也是日本警察是。先调查，啊，调查啊，好，做一捆，给你抓个。啊，日本警察扩大机构，加
特别高等形式哦，至于禁意之上的全台警察机构哦，其力量更大于现有台湾警察哦，以作这些特别高等形式哦，啊，有关台湾农民这种武山改定，今可能纳入台共的领导。特高组十分注意，为了证明无台湾共产党介入其内，啊，利用违反出版法规的罪名，哦，在1929年，2月12日天未光的时阵哦，在当时在全台湾300个所在，的台湾农民组合机构进行突击，哦，逮捕。这就是我讲的。2月12日，天还未光的时候，警察布置在全台湾300位，啊，佮你去抓人，啊，你去找证物，哦，这是日本警察哦，很有效率的做法，哈，哦。在台北、新竹、桃园、台中、彰化、台南、高雄，哈，哦，所有的干部。主体拢去用搜查哦，没收证据达2500多件，但是无个一件是甲台共有关呐，伊查无个甲共产党有关联呐吼。啊，掠59个人吼，啊，一个300多个人啊去用掠去吼，啊。本来的组员哦，为11410个减到9000多个人啊！哈，农民组合除了台共的农民组合以外，还有民众党的农民协会。农民组合是台共在幕后主导的，哈。啊，这个另外一个是。民众党的农民协会，啊，民众党是啥人诶？民众党是蒋渭水诶，吼，哦，伊不爱行共产党诶迄个路线，吼，哦，蒋渭水，吼，哦，啊，伊嘛第几咱随风同等等诶所在吼，但是民众党诶有大地主、资本家诶政党，所以吼，哦，伫发展上哦，吼，哦。无迄个台共的农民组合遐尼紧，伫农民组合吼，伫2012吼去用掠去了后，吼就产生一种趋向，吼干部甲组员伫思想上愈来愈接近共产主义，吼所以真侪人加入共产党，吼所以台共伫农民组合的地位搁较强个。也个有一个无红掠去的迄个候补中央委员吼，组织中央指导部，啊，召赶干警开设，吼，台北出张所，吼，这个所就是讲哦，要对法庭哦抗争哦，哦，来对有律师等等哦，通甲日本政府来抗争。啊，人民杨春松哦，他都有相片哦，为临时中央委员长，啊，内底有12名中央委员有12名，哦，干杰是头一个，哦，啊，同届调岗的起义哦，诶，草稿，哦，就是农民组合的行动纲领。减免小作料哦，佃租的斗争哦，解决土地问题哦，反对扣押、处分、盗征、夺回生产物管理权哦，哦，这就是伊要对抗日本政府的方法哦。但是日本哦，对这农民做啥么？过来掠人哦，赵港英等方掠去。所以这组织哦，就转入地下运动，
本来活动吼拢是公开，吼啊，即摆就讲转入地下，吼。夏叔宏哦，领导的台共哦，岛内党中央，这夏叔宏爱说话解说一下。夏叔宏是一个彰化人，吼啊。细汉的时阵哦，因老爸死去，甲因大姊妹，到法度甲因老爸带，阿爸就因老母死去，都甲这夏叔宏买人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你都知影讲，这个家庭哦，真痛，真弱势的吼，啊，去糖厂上班，哦，阿爸就跟一个糖厂的人去东京。啊！到个为东京转去上海，因为上海迄个时阵哦，毋是中国个，哦，上海有法租界、英租界，哦，等等。啊，夏叔宏哦，在即个上海的时阵哦，那拄着迄个群众运动哦，要行过头哦，哦，是啥物五三惨案啊，吼，五卅惨案哦，哦，还伊拢行喺头一个，哎呀，这。中国人看讲，哟、哦，一个小姐，台湾小姐，过遐尼强，我遐尼勇敢哦，啊，会惊头一个啦。那这队伍要迄、那个要抗争的队伍，拢徛头一个。因为呢，那叫这个人徛头一个，因为哦，伊知影讲啊，独阿兵哦，袂绝对袂提前穿来拍查某。诶，拍打波袂拍查某，所以伊就惊头一个。啊，夏叔宏没就过去莫斯科受训，哦，受训回来了，哦，啊，因为共产党有第三国籍，哦，伫支持哦一切反对迄个现有的政府，所以你看卖，即、這个列宁1917年。革命成功，无几年啦，东欧足侪国家拢变做共产国家，吼、哦、啊！中国伊嘛要改变做共产国家，吼、哦、吼！伊、哦、想讲，当时想讲，共产主义是真好一个主义啦，吼、哦！连那个孙中山嘛是有这个看法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美洲派。夏叔宏在1928年在上海成立台湾共产党，哦，成立台湾共产党了后，日本警察来给抓，啊抓去，甲夏叔宏哦，哦你伫台湾的人，上登去台湾，啊台湾的法官哦，日本法官讲，嗯，啊那有一个小姐，哎，这个向大概受冤枉啊。放伊出去啊！哦，啊，夏叔宏转案出去，转来个台湾，转他变无罪了，哦，啊，所以夏叔宏就开始领导，哦，甲这个文化协会，哦，嘛是变做台共的，哦，台湾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啊，哦。所以一领导。都来党中央，哈、哦！在1930年代发表《台湾农民作法当前任务纲领》哦，因为李李事件有300多人去用抓去，哦，啊，加上第一次、第二次中立事件哦，红抓的人拢要处遇，哦，这是通敌改战的迄个白色恐怖。横行转舵，哦，有20-30个支部受到迫害。这是夏叔宏，这是夏叔宏第一这个2028后走去中国，哦，所翕的。到个1930年吼，下半年有啥物活动？
正文支部哦，正文支部哦，七月三十，有300个外人为糖厂要求改善作业及价格。咱有一句古早话在讲：天下第一戆，什么？对对对，正甘家伙会下崩，天下第一戆。啊，那正甘家伙会下崩是天下第一戆。哦，哎，问题是在下，你正甘家会使咧？啊，你甘家正好的时阵哦，你会使凊彩来卖多一间糖厂未？糖厂是真侪间哦，20多间哦，你袂使，你干那固定会使搞一间，每一个土地哦，拢甲你绑好势哦。你这块土地干那会使卖这个糖厂，啊，你卖这糖厂的时候哦，这糖厂的人哦真歹，这个衬头甲你乌白衬，哦，介绍甲你乌白做，哦，啊，所以哦，天下第一戆，正甘蔗和会下崩。台南州自保地9月22日，1000多名的这农民包围客家嘉义麻豆下营的乡公所，为了灌水作废，水作每家23.80元，啊，但是农作物的价格下跌，农民哦不安。台南州十月举行哦纪念哦渡边政治府哦，这里日本人是啥物？这里日本人是哦直接甲台湾共产党联络的哦，啊，但是伊来个国人的时候哦，因为伊去予日本警察抓去，啊，日本警察抓去的时候哦。这国人码头哦，伊甲日本警察拍死，哦，拍死了，伊家己嘛去用日本警察抓去，家己拍死，哦，所以这是一个对台湾哦共产党进入功劳的人啊，吼，啊，但是去用抓去，哦，啊拍死，所以纪念日。屏东直播。研报办事处哦，成立大会的时候，有200多人参加示威游行哦，啊，在再一个初期，有近千人参加俄罗斯革命纪念活动，哦，近千人，啊，咱即嘛，咱即嘛有25万人穿白衫在台湾遐抗议，哦，你看卖，这差真多。但是当时你敢徛出来已经无简单了。在一个桃园支部出动100人，在一个比较查封的迄个地方，全部割收了吼。在一个23抗缴租税。啊，进行灌木水牛马桶的游行，把棺材啊提举起来啊，吼，举出来啊，啊，这个水牛哪有关联？啊，马桶我知影是放晒桶哦，啊，提起来游行吼，啊，这挂物件吼，我是为迄个象山宽夫佐之，哦，写出来。向上官夫是啥人？向上官夫是一个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，好，阿尾就建刷了哦，去遣返日本，啊，去日本的时候哦，伊去读东京帝大，好，啊，东京帝大有法度去编一挂哦，你看袂到的迄个日本政府的记录，好，啊，伊徛的伊是一个台湾人。所以下这本书，哦，伊是
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，哦，这真侪资料拢位于遐来。1927年到28年之间哦，各地无满受压迫的事件哦，不再点点唔出声，点点唔出声了吼，哦，就是要出声了，就以前拢点点唔出声哦，就要出声。利用农民组合领导吼，所以农民争议事项哦，到个420件。发生真侪件事件，南投山本农场哦争议，中老镇有943架的迄个山林哦，和总督府哦放领和日本人，农民200人哦，200户，居民900多人，依然在那遐种甘蔗。无愿意在即个地主选本的要求下种吼甘嘛，每年每家要各付出20块的小作料，所以引起抗争，他说我讲到两件中立事件吼，即岛头一件事件吼。伊是日本人，吼，建议同大船即要完成，所以抢先组织日本拓殖会社，吼，取得吼新德州同中立同吼诶荒地旱田3000多家，吼，佮叫伊佃户吼360人，吼，改即所在。因为水准有水了哦，这土地都变成良田了，但是过两年有风灾，甲第一期的稻作哦，要收割前哦，毁损3成，所以这农民都要求减作，日本会社哦不理，利用法院的力量，田中的生长的稻米哦为标的物执行扣押，农民恐慌，台湾农民组合中立分拨哦，向日本拓殖会社要求检定地主了，欢迎嘛派人来，终止哦向田中稻米强制收割时哦。这个农民哦，真愤慨，组织外人来收割，就开始相拍。相拍，警察就介入，约600名农民包围警察派出所，警察逮捕过来人8人。即马安尼阁引起更大的抗争，日本人阁掠83个人，其中36、3个人。处有期徒刑了吼。第二次中立事件，第一次中立事件了后，总督府知影讲哦，搁再进一步要要求灭去这台湾农民组合，所以派警察在1928年7月吼解散台湾农民组合统支部、甲中立支部，凊彩用我一个名哦，甲会员哦掠去，中立支部700多人，全邀请干杰来中立指导，1928年8月初到，干杰就召集中立支部的办事处的人，因为甲警察扣押干部5个人，在新埔警察派出所，伊就照讲，就传200多人去派出所，给牵就逃了，示威反抗，结果，照讲定30多个人去用抓去，
十四个人判处徒刑。哦，即马抗争哦，上流行的就是把鞋啊牵出去，哦，把个穿个鞋安尼牵出去，因为美国头一日牵的就是这一个布希总统哦，伊个演讲一家人我给牵。牵那个鞋啦吼，啊，即番牵鞋，但是即番在台湾也有啊。这家己吼，烦恼争恰是往来争议事件。伊在这所在有588家吼，放领和日本人的往来园。和277个人哦，277号无法度生存，所以伊无法度生存，就大家来加入农民组合无哦，加入支部哦。啊，1927年5月，欢乐的生活保守同盟会哦进行斗争，警察介入，农民去用掠30个。哦，啊，郭先生。所有对争议事件，郭先生在日本军入来台湾的时阵哦，是一个叫做罗汉卡。啊，罗汉卡敢有钱？无嘛。啊，即卖那有土地，伊即郭先生那有土地，就是伊做保镖啊，做个真好。日本人哦，感谢伊做保镖啊，做个真好。所以，在土地调查的时阵哦，因为以前满清政府的时阵哦，土地调查啊，你有几家？我有100家，啊，无讲100家，我50家，啊，交50家的税金，啊，都满清政府都按你都帮了 ，OK 啊。啊，即摆换一个政府来哦，日本政府来，啊，你有几家？嘿，我有100家，但是报50家啦。啊都跌倒，啊都该挖出来，哦，这你的，好，啊，要就算来算去，中出来400家，在鹿港一带哦，中出来400家，啊，400家哦，送给郭先生，哦，郭先生都变作一个地主啊。啊，这嘛是，因为一种。将所有对魏殿龙身上取消白军还啊，即读做白吼，郭先生吼，甲盐水港这趟回下勾结吼，啊，到甲10个有18号的弯道吼，被强行压住。所以吼，农民组合李拿支部的组员80个人，在鹿港街的郭先生在示威，吼，这间郭先生的厝啦，哦，迄阵起个这大间的厝，即马。即马在迄个台北哦，在一水门，就是民生西路遐边啊，一个制盐吼，盐的迄个会社吼，迄嘛郭先生的，郭家在做代志吼，有他一套。1930年，吼，大江吼秘密会合在高雄州，吼，啊，开一个中央常任委员会，啊，农民组合干部，吼，啊，即调岗啦，吼，啊，严世奇啊，简世和是啥人？简世和是一个台南吼，读高女
一个女学生，啊，伊就感觉讲，唔对，哦，所以起来反抗，哦啊，甲这个农民组合结斗阵，哦，这解释了。1931年1月初1日，哦，暗时9点到个第二天，再到个4号啊，啊，在德甲召开农民组合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，啊，参加的人，哦，调岗了，减职啊，吼，定真侪人，啊，选严时吉做议长。啊！我调工去查这严时吉吼，敢若查无相片，啊！其中正式通过诶委员会提议的支持台湾共产党诶议案，哦。日本虽然是这个在掠共产党，但是在台湾哦，诶，国别支持台湾共产党。1931年3月，调岗向掠去以来，哈，哦，这农民组合的运动哦，受到严重的取缔，哦，各地哈无法度能够操作运作，哦，这是一张相片，但是模糊了，哦，后排左起杨春松。接在杨春松哈，啊，侯朝宗接，那就是说华南文行的当时长哈，第二个干杰啊，这个剪辑，啊，熊美郎、严时吉之类，大江在1931年5月31日。召开第二次大会了后，哦，谢雪红红塌落来，哦，谢雪红那也红塌落来，因为这个大江哦，有分做两派，大江是日本国下下的这个台湾共产党，哦，啊，另外。这个钱哦，是为日本哦，共产党为日本哦回来给台湾用，哦，啊，但是另外一派是这个中国支援的，哦，中国因为本来跟中国无关联啦，哦，台湾是日本的嘛，啊，跟中国无关联，但是在这个。日本的共产党在21、24行去用掠啊，清洗，啊，连金钱的来源嘛无去，哦，啊，所以中国那边有钱来，哦，啊嘛，采取武装起义斗争的新战术，哦，因为当时吼已经发生9·18事变。1918事变，1931年对，啊，隔当年1·28上海事变，哈，啊，啊，个毛泽东吼，用个江西水军为首都，哦，诶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兵福建，占领龙岩、漳州，哦，在这个情形下，大江吼向农民组合甲文化协会发动武装抗争的指令，诶，要甲伊拼赢啊！吼，那要甲伊拼赢啊，就是我有海外有人支持。啊，这是一张相片哈，三青团的干部哈，前排中座者为李友邦，前排中座大概几列啦？李友邦就是泸州人啦，台北官哈。新北市的泸州人，吼，哦，这个，你里边事件，吼，后排左二，后排左二，这个，哦，这里边事件的27部队的队员，吼，
你捌事件的时候，唯一有组织武装部队对抗国民党的，就是这个谢雪红下骹吼在台中发起的这二七部队。啊，二七部队吼，因无啥物台中甲国民党战，走去武峰吼，武峰一带吼，有一个爱兰的所在吼。300名对抗30000名诶，国民党军哦，当然也下，当然下输了吼，下输了，谢雪红转走去香港，啊转走去大陆，去中国。伊吼准备武装抗战吼，啊设立。秘密基地训练建树，啊，台中在1930年，啊，甲农民组合编入台共的外围组织，哦，啊，文化协会苗栗支部，哦，啊，会指导，甲这水水文水水尾平，大湖南无番那岭，那岛南吼所在吼。积极分子63个人编做高班，哦，啊，实行训练，哦，啊，设立青年辅路宣传煽动及组织事业部门。这就是讲，在迄个时阵，嘛是要用个武装来抢夺这台湾的统治权啦，吼。这个在三湾庄吼，鹰鹅山的后边吼，积极组织农民，甲农民以前在干戈吼指导下，农民已经有政治的觉醒，吼，啊，即马过来组织运动，成立吼，大家成立台湾农民组合鹰鹅山支部。啊，甲迄个组员39个人哦，分了4个班吼，第一班、第二班、第三班吼，安尼因有一挂人就对了吼，1931年918事变，918是啥物？9月18，1931年9月18，日本军获个20000名。打入去中国东北，3个月的时间，甲大台湾36倍的中国吼，东北吼占起来，啊，刷落再成立一个满洲国，啊，东城以北吼，哦，包括日俄真侪所在吼，毋是讲东九省吼，东三省吼是就输了囝了。有台湾的36倍大，啊，干那开3个月时间都该拍起来，啊，伊干那开20000名兵，吼，哦，这都，就是。但是日军吼，哦，在上海遭到中国的反战，吼，哦，反击陷于苦战，吼，哦。中共吼，哦，扩张党势，吼，哦。伊吼，因有计划吼，要炸吼铁道，哦，铁桥，哦，啊，要烧放火烧吼，等等，哦，攻击军役所，抢夺军火，哦，救出洪亮的同志，但因为1932年3月农民组合的武装起义，伺机外泄。哦，警察知影，所以影响到鹰鹅山，
伊个秘密组织也去用掠去，吼，所以武装起义全无法度成功。1932年，农民组合为二十一个所在，哦，和警察搜索，轰掠40个人，哦，啊，而永和山的农民嘛，轰掠92个人，哦，啊，这其中有判刑8年啦，有判刑7年啦，哈，哦，大江溃灭了，哦，也够真少数的台湾人甲新加入的。日本的共产主义为日本人10多个人，伫美洲一边研究共产主义的理论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就讲伫台湾吼，即、這个民众党，吼、哦，台湾文化协会吼，吼、哦、本来是伫林献堂、伫蒋渭水的下骹，吼、哦、提钱出来成立的，但是尾手。领导权哦，算来算去，算个左派人物啊，吼，哦，左派人物出的，哦，啊，里面同因哦，哦，旧的这個文化协会干部，哦，大部分都脱离过去支持的文化协会，所以放弃另寻思出路了。这文化协会变质了，这领导者去有。左派的人提，啊，所以林献堂伊就歪啊，哦，啊，行出旧的文化协会的干部，吼、哦，嘛是思想一致啦，哦，一位代表地主资产家的蔡培慧，哦，啊，另外一位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蒋渭水派。这蔡伯伯，哦，迄阵在做学生的时候，啊，成立民众党的党部，啊，台湾民众党做几项大代志，哦，反对总督府恢复评议会，哦，地方自治改革促进运动会，反对史政纪念日运动会。什么叫做史政纪念日？就是日本政府来占台湾哦，啊，伫台北的迄、那个，台北的这个中山堂啦，即嘛叫做中山堂啦吼，哦，迄、那個、中山堂是，他们中山堂哦，叫做史政，吼，啊，台湾人叫做此政，此哦是。是廉耻的耻啊哈，好爱讲西景啊哈，向国际联盟哦控诉日本人鸦片独台政策，哦，借蒋渭水哦向国际的水师的这个国际联盟哦，迄阵也无联合国控诉哦日本政府哦唔对，日本政府。迄、那个，吼、哦，控诉日本政府唔对，啊，所以伊是安怎控诉？伊用个台湾的电信局，到个暗时吼、哦，电信局干呐，存迄落，会用看26字吼 ，A、B、C、D 啊，对样拍电脑、拍电波的人吼、哦，甲这个。日本人在台湾买鸦片，哦，这项代志电报拍去水师，啊，水师看见讲，哇，日本政府你奈安尼做，专派人来台湾哦，几十个人来台湾调查这项代志，啊，日本政府安怎处理这项代志？就是哦，日本政府就是讲叫迄个联横呐，哦，就是。连战的阿公吼，连亚堂啊吼，写一篇文章讲，咱台湾人有今仔日的经济奇迹，除了勤俭打拼以外，还佫受到福寿果之殊，
啊，福寿果就是鸦片啦，哦，啊，这些都是这个国际联盟控诉鸦片，哈，哦，啊，向通底下要求对无暇原住民释放毒气等等事件。好，今天讲到这，感谢各位。各位校长，请起立。今天下课休困。